世界最多人口的两个国家，龙象之争。最近一个月来，这个局势又升高，就在这个冲突点就爆发。两个都是核武大国，战机1000比600胜，坦克车9100比6400胜，中印双方中国胜胜胜胜。你从来没有看过那个阅兵可以到这样的程度，为什么？他们简直就是太阳马戏团。我讲坦白，我们现在看会觉得很好笑，可你做的，你这个动作你做得起来吗？今晚8点，国民大会。